豆豆，请问你在干什么？你在笑什么？把自己笑倒了。笑你说我在干什么？我以为你在说什么呢？你在干什么吗？我在学跑。学跑呀？嗯。因为我现在虽然能有一几次我可以跑，就是稍微的带一点点跑的感觉，因为我看到小伙伴们跟着我也太他们都去那儿了，加比我还在这儿，所以你就想跑起来吗？妈妈而且他们跑起来我好开心啊。但是妈妈跟你讲哈，妈妈理解你的心情，不想让小伙伴等太久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们要先学会什么？先学会走路。再学会什么？再学会下楼梯，然后最后才是跑。对，我们可以有什么呢？就是可以感觉。对，我们可以就是给自己定一些小目标，但是也不能过于着急了，明白吗？来吧，就这样走。对，走。对，这样可以，好棒，你可以这样了耶，太棒了，宝贝儿，早就可以了呀，那你就那样走路呀，对，让自己摆动起来。